这一次的青卷驻村艺术家尹子杰，这一次带来的作品是我去年在桃园眷村文化节的一件作品，叫做圈圈圈圈的延伸。那这次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结合了整个清水眷村的瓷砖造型。那这次的口号的部分也是以空军的口号为主，像是勿忘初衷、死守千里。赢什么？赢两吗？还是赢什么？你要找一个。希望大家可以拆解这些口号，拼凑出自己想要说的。谢谢。